俾到外防护抗肺炎，由二夫人员做爱长期带动水下面，还会不时用酒精来吞噬消毒，甚至到皮肤各位髓间上消。俾到外医院前线抗炎经验的辛苦，偏后胎就松本平同期间，而撇咗对修复细胞嘅开始修复膏，按你二夫人员嘅身体负担就冇安泰。 武汉肺炎的疫情更危险，医护人员爱不时用酒精也会反应情节上述，使得皮肺脱皂了鼻血，唔过为了切割同偏方嘅安全，也得痛苦只能点点神疏。很容易很干燥，或者是甚至会产生皲裂的状况。不过就是为了防疫这个。 动作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为了表达对第一线抗疫人员的感谢，平口台特别送一批由细胞修复同抗发炎药的功能嘅，可以做修复高本平同医院，希望做日本医护人员受到挫伤的皮肤得到良好的修复。艰难的海藻的萃取。 主要就是用在那个擦皮肤的一些手脚龟裂啊。希望呢，大家呢都来感谢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共同做好我们防疫的工作。平口太指出，医护人员照顾国人的贡献相当辛苦，故所也把个见证，是希望带头示范，带动社会各界每一人加油打气，以达到全民共同防疫的效果。下个新闻从我们屏东报道。